有一个自创的才艺叫做诗词入画，这个诗词入画，对，我是创作一种扇面画，可以把古诗词、汉字和白描的手法结合在一起。嗯，我要一个。好，主持人哥哥也给你一个。哎，好，你看他叫我哥哥。哎，我也想要，我是你姐。你给了我一个。嗯，然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我建议你也给一个，好吧？好。然后呢，剩下的三把，你随机选三个企业给到，好吧？嗯。有个要求啊，看完了要把里面的唐诗读出来啊，里面有唐诗和宋词的。对，你就要是选一下那个有厉害。看不出来就要交出来。企业家也可以考一下，是吧？不能老是考别人。为什么知道吗？我刚刚看他的微博了，他参加过诗词大会，他对唐诗宋词的纪念程度在这里绝对是文艺青年级的。老杜，我考你了，看考你，真的很好。老杜，你要答不上来可就丢人了。哇，春来一枝梅。赵总，哇，谢谢。哎，我这半球没有了。向东独自开，这半球给让过去了。那是他的一项企业啊。别人目标很清晰的，这个选手真的是做了功课来的。姑娘，你稍微也照顾我们这半边。姑娘，我们这给一幅让我们传着看看。我们这半半球可以吗？照顾一下我们大家。姑娘，不好意思，只带了一些些。哎，雨欣，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我们你把这个扇子都给了几个企业家，没有给我们大家，你的标准是什么呀？不好意思，因为扇子它的制作的工期也有点长，然后我今天就只带来了六把，送给主持人哥哥和人力资源专家之后，剩下的三把我是送给我的意向企业的，就其他的就抱歉，就我们没有说扇子的人，我们第一轮可以灭灯了是吗？今天的这个非你莫属录制现场啊，一下这个身份啊就显得不同了，是吧？挥舞着这个扇子的明显的这个身价和层次就比其他的企业家和专家们要高，洋洋得意就会好，特别有感觉。哎，雨欣，我想问你一下哈，你给我的这把扇子我只看出来一个君子的君，还有一个婵娟的娟，哎呀，我这个才疏学浅，我只能看出这两个字儿。我看到了君子有匪，那个字你们确定是匪吗？我刚才看了也想说有匪啊，匪啊，匪有匪君子，君我看出来了，哦，在蝴蝶上面。诗经里的哪一首里面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对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没看出来。哎呀，哎，也不是说你的，看看有匪君子，看看有匪君子吧。听着这姑娘解释这个匪怎么解释。就是有这样的一位君子。哦，是这个。匪是一个语气词。就是说老师为人非常的优雅端庄得体，并且是有君子之风。他指的是你男神的类型吗？差不多。哇，对我的评价太高了，这个扇面我一定要好好保存哈，回去以后好不容易被当男神啊。对对对对对，得经常拿出来自己提醒一下自己，要保持君子气度哈。我是一眼就看到那个爽字了。对，哎，对， 有一片叶子，这很明显啊，有一片叶子。不止一个爽字，还有字，一个情字，还有字。那个情啊，情啊，好像是个情字，还有一个字。这是牡丹吗？这花？是牡丹，牡丹花。而且这个字是小篆，所以可能确实难认一点。对对对，我们这样的这个葡萄牙语专业的人来说，这看小篆稍微有点难。我看那个。刘爽老师猜一下吧。情情，如果是情爽。还牡丹，牡丹花下死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揭晓答案吧，我这个不行，老花看不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萧萧素素，爽朗清举。哇，好有文化。爽朗清举，清是哪个字啊？它其实是个三点水，小篆的三点水是这样。哎呀，觉得跟你沟通的没有点学问的话，都觉得挺丢人的。潮汐现在暗自窃喜，没有给他，要给他的话，真的，你知道你下场啊，找到一份工作，你都未必能猜得出。先谢谢雨欣，然后我就把这个挂在我们家墙上，好吧？每天晚上回去看一下。我第一次看到呢，我一直在找那个蜻蜓，我以为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但是我一想不对，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爱莲说》，周敦颐的《香远忆清》。对对，猜对了，《香远忆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莲说》里头说到莲花不蔓不枝，它有自己的骨气，也有自己的高贵。您是看我比较儒雅是吧？是儒士之风。他说的很好，但是跟你一点都不像哎。顾老师就签那一天，好不容易有女粉丝跟自己，我自己看好像是情言惋惜是吧？对对。OK， 又猜对了，
这个才艺展示我觉得很精彩，这么多年来就这一次最精彩。我特别觉得受宠若惊，因为我觉得这把扇子真的是蕴含了我们选手特别美好的祝福。因为我拿到这一把，我看了看，应该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拿到了。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宛若游龙，那这个出处应该是曹植的《洛神赋》，对吧？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那我作为一个女生，收到了一个这个《洛神赋》的这个扇子，我还觉得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谢谢你。哪有龙呀？龙在哪里啊？在这个叶子上有一个龙，你们看那个。就是那个花下边的右手那个叶子是个龙字，对吧？啊，心思巧妙啊，真的是心思巧妙，真的没看，真的没看出来。我看到之后我就感觉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啊。不是，你那个我看出来叫瘦骨嶙峋。我就看出个起质，其他的我真的没看出来。啊，这也是小篆，确实比较难，对吧？是比较难的。嗯，这个是什么呢？绝世而独立。绝世而独立，哎呀哎呀，要北方有佳人、哎、是吗？哎呀，我觉得你特别的有才华。那个库老师他确实绝世而独立，因为他在我们所有 boss 心目中，我们永远都不懂他是怎么想的，所以他有点绝啊。姑娘，我告诉你，你这个都拍一个抖音，每一个拍一个抖音都能火，而且很雅，你知道吧？会攒很多粉丝出来的。好好。但是要用什么方式？用猜谜语的方式。嗯。这一个作品拍出来。不揭秘，下一个猜对的会送一个，那就爆、就能火。